在我们是办了一个全省哦，有2000多位同仁参加了这个进山进海的活动，就是把员工带到这个山里面，到了海边来实际看看，垃圾污染我们的海岸，污染我们的山林的严重的程度，就像大树化小，小树化无，那把我们的地球维护在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里面，那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个良好的地方。那绿能的采购，像明年我们会采购，希望能采购得到，因为大家在抢啊，希望采购到2500万度的绿电。那除了我们跟台电买绿电以外，其实我们自己这个自力更生了哈。我们现在利用我们中华电信建筑物上面的屋顶，我们也盖了很多太阳能，那现在已经可以达到发电600万度。那我们还继续在找自己拥有的土地哈，看能不能来盖发电厂。那我们现在有目标中有10000平的土地在考虑啊，做这个水土保持的这个评估。